陳柏希太陽飛馬 U18 的陳柏希是不是40多碼40多碼勁射但不是這個幸好拍片在樹後面喂藍龍喂執波執波喂有什麼人佢 check 咗啊，唔得啊！佢 check 咗啊，佢 check 咗唔得啊！呢個啊，呢個。喂，睇翻慢啲啊，兩位。哇，係咪拍緊呀？我好驚啊，係咪啊？紅色啊嘛，紅色係拍緊啊。好啦。喂，猜多啲啊！喂，又沉，40多碼。陳柏希主射。喂，唔得噶，喂，唔得噶，喂。陳柏希打飛機啊！70號幾多啊？永俊又買咗。70號幾 AV 咧？哇，40多碼。40多碼。靚波。喂，落嚟，小威。多啊，文耀。後面。中間。喂，轉啊嘛。危險啊！對角，轉啦！簡單，快轉啦！喂，俾近咗個啊嘛！喂，繼續掟人啦！喂，小心啲啊！喂，褪流啲啊！喂，褪流啲啊！喂，好啊！喂，三，咦？系啊！左腳。拉埋，猜住先啦，射得，中場，射得好啊，喂，高啊，
哇！對面，喂，拜拜。我知道，啱啱幾個啊？起碼有兩個過嗰邊同埋呢個。公路冇得冇行啊！用呢個變速突破過去，掂。喂，猜多啲啊！轉啦，轉啦！喂又扭！你唔好插啦，簡單啲啦。翻嚟啊，悟空！浩哥，哇！黐捻，我嚟啊嚟！喂，唔小心位啊！喂，埋住，好嘢！喂，落翻地先啦！好嘢，好嘢！走咗，走咗，走咗！Cliff sir 啊！喂，小威，小威 hit 曬中場啊！唔好俾佢漏啊！哇！屌，係咁執波嘅。喂，你叫人揸住先得唔得？你叫佢揸。喂，揸鏡。跟住佢又做翻啱咁樣。好似啲神仙冇精神。嚇！第一粒波我哋噶，第一粒波我哋，應該係大部分都係我哋嘅。但我哋有，我哋有第一粒靚嘅波嚟，我見到第一粒波好靚。第一粒佢哋嘅。陳志波係兩名。好嘢！好嘢，好豆。人要磨波。
啊，出界球星。比較近鏡啊！冷靜。繼續帶唔夠，子倫，唔係話帶唔夠兩粒波會俾人投訴嘅。佢啱啱先跑完咗。陳柏希，如果我係觀眾，應該攞到。
得住得啦。睇电话，坐后啲啊，范仔。坐后啲啊。吓鸠我。啲人喺左边啊，啲人喺左边。志威最后。猜翻松烧诶，唔使急啊喂！喂，散啲啊！之人唔好咁上啊！喂，唔好射啲啊！佢比赛冇得咩个？开波要两个波，一个100蚊，一个2嚿起3嚿奖个。唔系喎，喂，饭仔，开波唔系要两个波咩？系啊。咁你等下点开啊？我有咗一，有踢咗粒出嚟。咩上过两粒咪一粒？唔系人，你咩冇带两粒，人哋可以讲你噶。一粒啫嘛。喂，咁如果佢哋都冇带两粒，多数都唔会带两粒噶。喂，唔緊要喂。
意義。救精員未啊？未快。唔好講啦。喂，唔緊要啊，繼續啊！即係懶完嘅話，喂，唔緊要啊！喂，肥仔，繼續啊！你嘅手已經有積泥而結咗，使鳩你慘！佢累累低下啊！突然間，繼續啊，肥仔！有驚啊！喂，唔緊要啊！唔緊要啊！喂，唔使急噶，柏希，照咁踢啫嘛。唔緊要啊，應該有機出場。唔緊要啊，未贏。講乜嘢啊？我先啦。喂，拉拉衰咗咪威翻俾佢睇咯，怕咩啫？喂喂喂喂喂！七號。阿姐，我俾咗張，俾咗張。你換你不如十一號。我屌你啊！喂，老爸，陳美，你邊度打阿偉啊？子龍，個子龍咯。啊，隊長啊，隊長，十號啊。我以為 你叫我諗下。你啊！啊！兄弟，七十八十踢中場啊！咁九十咧？九十喺屋企啊！一百咧？後衞 keeper， 好嘢 ！Good try， 後衞 keeper。喂，睇。右腳腳面拉弓，就外側拉弓。陳柏希出咗嚟啊！我要俾，我要喂，好快啊！哇 ，Jimmy， 你好型啊，隻弓筒 ，so skill。佢想引人喎，係嘛？即係個一隻我都捧佢嘅大人，撚癲！哎嚟啦嚟啦！我之前試過咧，見到有條友咧，佢手籠喎。係啊，啲周咧係咪咁樣接高波嘅？佢接高波，即係一嘢錯落你個頭，將彈入咗嚟。佢接完高波之後諗住咁樣啦，一啲嘢抌翻咗嚟個頭，一啲嘢彈緊。第一個冇係陣長。我二送頭俾人檢咗。哇！屌，得得。再件衫先，俾人吊鬼。對面知唔知要陪波啊？其實，叫個 keeper 臨尾嗰腳，你話你話俾佢聽，如果真係踩中咗個人，佢要擺十分，因為嗰腳好多餘。你睇一睇佢。多謝。半場。